你要跟门田君说这个事儿呢，他也就顺手推舟的同意了。你要试试吗？不是，真的不是吗？我真的不是，麻烦你不要这么絮叨。我以前怎么没发现你是个这么絮叨的人？我觉得你现在最重要的是听从你内心的呼唤。什么呼唤？ 抛下无谓的自尊。一宝还是夜抛？你是不是有病啊？日月同胞。哎，不是要抛下那些无谓的自尊吗？我再抛啊。 上去了，啊！来，坐。脚。哎，床上床，去床上睡啊。 起来喝点蜂蜜水，啊。嗯，来。嗯。那你继续睡会儿。小白。啊，在呢。小伟。在呢。 既然大家都来了，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。我受徐总的委托，全权负责文总监的合同。什么？我说可以开始了。啊，那这样，我们过一下合同的细则吧。合同的细则，公司都有范本，也没有什么好。 张总的意思是，细则带来心里都有底了。不过一切都可以再商量。好，那请张总说一下你们的要求。OK。 第一，节目所有形式的赞助，包括资金、食物、技术等，所有权归公司。 公司会以分红的形式给予个人。第二，节目主持人的形象包装应由公司特配团队打造，一切广告植入所取得的收益都归节目组所有。第三，主持人的台词由导演组的安排，不得任意添加和渲染。第四，主持人接受节目组特训的义务。
在文总监进节目组之前获得的赞助，可以按照节目组制定的分配方式进行分配。但是进组之后的赞助需要另行制定分配方式。第二，节目组提供的形象包装方案一定要取得主持人的同意，主持人是有权挑赞助品牌的。第三，主持人对自己的言论负责，不损害节目组的利益，也不损害公众利益，但是节目组应该给予主持人自由发挥的空间。第四。 主持人有权拒绝一切损害自身利益的特许。这个合同有点霸王吧？啊，这些条件的商谈都应该是公司内部的协商，主持人的利益不可以大过公司。 是你撺掇我来的呀！是我撺掇你来的，但是他们提出来条件，我不舒服，可以吗？是是是是，苏一他是站在文天心的立场，但是他也给我留余地了，你那么激动干嘛呀？你说我为什么这么激动？你一进来，你一见到他就六神无主，你知道吗？就算你觉得他很帅，你也不应该丢掉你的职业素养。OK， 就算他长得最帅，就算你认为他是全天下最帅的男人，你最起码也应该尊重一下我，尊重一下你的职业素养吧。我没有，我只是提醒你。怎么反了？ 就那么好奇吗？我只是上个厕所而已。就你有尿啊？哎，哎，哎呀！哎呀，对不起，sorry。哎，笑个屁呀、啊！还有脸笑别人？ 没事啊，哎，干杯！我没有错过什么，我错过好几杯酒了。哦，追一下。来的正好。小娜，嗯，这是我们大学毕业以后第一次合作，我对咱俩接下来的合作可真是充满期待。我敬你，就是一份工作，有什么好期待不期待的？ 来，我祝你成功，越飞越高。也是啊，要说一个人辛辛苦苦那么多年，每天都在重复做同一件事情，肯定没有激情，没有期待。
可就算你爬得再高又怎么样啊？公司又不是你的，到头来还是打工的一个。做个节目吧，也要那么辛苦，到处低三下四的求这个求那，还得放下面子，放下尊严。慧哥，来来来，喝完再说。 放下面子呢，不代表放下尊严。今天你为了挣钱，把面子放下；明天，你可以用你挣来的钱，再把面子买回来。这叫本事。女人嘛，明明可以靠脸吃饭的，可偏偏要靠才华，你累不累？你在讽刺我吧？没用，我从来就不靠脸吃饭，也不想靠脸吃饭。 来，妹妹，来来来，不讨论这个哲学问题了，我们喝一杯。我干了啊！这酒不错啊，可不可以再醒一杯？再醒一瓶？这儿还有呢，你让你一酒再睡会儿。就一瓶。那就醒一瓶啊。Waiter。 要醒了，你不用睡了。闭嘴！什么情况？能喝就喝，不能喝就别喝这么多。哎呀，你能不能不要再说话了？不是啊。 你有多大量，喝多少酒，对吗？有多大屁股，穿多大裤衩，是话糙理不糙，这你不明白吗？你把自己搞成这样，多难看啊！你是不是以为我喝多了？你没喝多吗？你连直线都走不了？是吗？我不能走直线吗？ 快速开出去！哎，我钱包和手机都在车里。 我怎么狠了？不管怎么样，我都是出于好意，我想保护你，只是说了一些你不想听的话，对吧？你把我赶下车，下这么大雨，我的钱包、手机都不在身上，如果我出了什么事儿，你不会内疚吗？ 下车的时候并没有下雨，我也不知道会突然间下雨。然后，我错了，我错了。
我错了，我跟你道歉，我真的不知道会这么严重。你眼睛还好吗？不会瞎了吧？ 这件事儿都过去了，是吗？嗯。我这个样子，如果明天不能上班的话，你能不能替我给老徐请假？可以。谢谢。我这双漂亮的眼睛啊。 你们90后太狂放了，都在一块睡觉了，还说没什么。你碰没碰人家呀？我没。好吧，碰可能是碰了一下，但是我绝对没有脱衣服或者。发誓。我发誓。行了，你要是敢对人家女孩怎么样，你看我怎么收拾你。是我亲姐。 吃的东西吗？我饿得要命。你啊，去把窗户打开。为什么？有什么呀？有树，对面的房子，太阳，路，风。把嘴张开。西北风有的是，随便喝。 真的是因为喝醉了，所以才迟到的。喝醉了，以后尽量别这样了。嗯，去把合同打印出来吧。嗯，哎，嗯，玲玲，嗯，你过来。希望以后你的这些私事，尽量不要影响到工作，可以吗？嗯，我知道了，娜姐。没事了。
谢谢娜姐。哦，宽哥啊。嗯，还不错。要是和文天心搭档的话，整体效果应该很好。嗯，之前一直说没有档期，现在他的经纪人不断的在主动联系我们，希望他能上这个节目。是吧？嗯。徐总，你找我？哎，这是要跟你合作的男主持，你看看，感觉怎么样？ 否掉吧，这人不能干。嗯，为什么要否掉？他很有经验，而且他是数据非常好。你要用他，就等着收拾烂摊子。为什么？他那点破事儿啊，不出一个星期就会曝光了。他经纪人现在正在到处撒钱，想要摆平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在圈子里这么多年了，这点风吹草动还能？ 还有别的事吗？我再继续努力，找一个更合适的人选。哎，小娜，坤哥，快坐，辛苦了啊！辛苦你，辛苦你，你喝不喝咖啡？啊，我不喝。啊，不是，我跟你说啊。 我那天回去，我跟我们家小明严肃的谈论这个问题，什么就说不拍就不拍了，对不对？咱俩什么关系？必须得来。再者说，现在这年头得罪谁也不能得罪互联网，知道吗？所以你放心，你一句话，明儿他就到这儿。宽哥，哎，现在小明这情况吧，嗯，我们的上层好像有一点点意见。不是，小娜，你看这钱不是问题，你知道吗？只要你让他来。 坤哥，不是哪个年轻人他不犯点错是吧？钱真的不是事儿，就是在我看来，前途比钱重要的多。我尽力而为吧。得，那你多费心啊。所以说啊，投资基本上已经七七八八，没什么问题。一旦成功，那么我们就需要融资并购扩大项目。 那么这个时候，如果全胜有一个自己的大 IP 项目，对吧？谈判起来啊，胜算会很大。这个节骨眼上，徐总启动了你的项目，把那个大 IP 延后了，你知道为什么？我当然知道了，要不然我不会用文天心做主持人。冰雪聪明，既然知道，你就别纠结了。 文天心的能力我不是不知道，我们大学同学那么多年，嗯，我觉得既然有文天心做保底了，那这个男主持人是不是可以用一个草根型的选手呢？对啊，你既然有这样的想法，你有没有备选人？我有。什么？真的有？你看，嗯，帮我看一下，我最近觉得这个男孩子是很好的一个备选。 告诉你，我还活着。怎么了，晴晴啊？生化危机失败，让僵尸咬了。干嘛了？来，OK。来参谋一下，看看谁当这个男主持比较合适。我这有视频，要不要看一下？看一下。嗯。当我每次来到海边的时候，就会想起一个比较经典的问题，那就是：爱我吗？爱啊。那我跟你妈同时掉在海里，你先救谁？你爱我吗？ 爱呀，那你就不要问我这个问题嘛，是不是很烦？我让我妈先救你，因为她从小在长江边上长大，两岸她能游两个来回。我不会游泳啊。如果我要去救你的话，我妈肯定会救我的，那你就没救了。<笑>不感人，不浪漫，不过没关系，小浩来帮你搞定。我先救我妈，然后。 我和你一起去死，因为生命如果没有你，那就没有意义。嗯，毒性那么大的，嗯，空调的原因，我得口罩进口的。那你谈谈看法。你是确定要让这个人做主持人吗？当然了。
司徒浩上过我的节目，他非常有才华，非常有潜质。嗯，我认为我们现在需要找的是一个有经验的明星主持人，一来他可以带动粉丝，二来可以制造话题。我认为话题性带动粉丝和曝光率这些事情交给文天心就可以了。我反而认为这个节目需要一个接地气的草根型选手，这样会让观众觉得跟他们没有那么远的距离。那司徒浩非常适合我们这个节目的气质。谁说小人物不能有大才华呢？我要告诉你的是，我们第一个节目一定要稳中求胜，我不想冒险。我觉得你可能是生病的原因，对你自己失去了自信，但请你对我有信心好吗？ OK， 在我死之前我要告诉你，这个投资是我拿来的。我承认，但是内容是我在做。所以我们需要一个裁判，还会有表哥在。我们需要你投出公正的一票。对啊，我听了双方辩友非常精彩的总结陈词，发表一下我的观点。小娜，不好意思啊，这个青青呢想的的确是非常的周到，更重要的是什么呢？他的立场非常的客观，而且他是站在投资人的角度，怎么帮投资人赚钱。亏钱的角度上，所以我觉得我应该投你一票。青青，这个项目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创新，不能跟其他节目一样啊，所以要冒险，对吧？要不然跟其他节目有什么不一样呢？这个你放心，小娜的判断我绝对相信。感谢你大个子把我提前推向了坟墓。你有点，放心啊。清明节我一般去看你的哈，来，再看看。来找我算账了。嗯哼，我是就事论事，我觉得司徒浩就是不合适。我爸管你借了多少钱？哦，这个不是事儿。这当然是事儿了，告诉我多少钱？一万。我给你两万，你什么意思？拿着钱赶紧走人，不要在我们家再住下去了。哎，我没有发表我观点的权利吗？就因为这个你要把我扫地出门，有这个必要吗？你没有，你寄人篱下，你没有。怎么心眼这么小啊你？为了让你永远记住今天呀。您长青人不错，对你不是挺好的吗？对我好的人多了，他算老几啊？你这下手也太狠了，昨天晚上雨下那么大。暴雨。怪我喽。我还有点正事儿，不跟你八卦了。明天继续啊。你要去哪儿？家人想让我回去，我爸我妈想看看我。你走吧，这城市容不下你。以后你别回来了，咱们也别做朋友了。娜姐，我不想再给你添麻烦了，我给你添了太多麻烦了。你这么有才华，这么有潜力，长得一表人才的，做什么事情都认真努力，你怎么会是个麻烦？什么是麻烦？我这才叫麻烦。从我出生就跟着我，几十年了，从来没有离去过。可我从来都不怕他。娜姐，毕竟你已经成功了，可我还什么都不是，我怎么能跟你比？什么叫成功？战胜自己的人才叫成功的人。你可以的。我觉得我挺失败，对不起娜姐。
给你的，怎么想起来送我礼物了呀？看看你那皮肤那么干，送你面膜，给你补一下水。谢谢。哎，你不说我倒是忘了，恭喜你转正啊。就嘴上恭喜啊？那我请你喝咖啡。我跟你说，我做的咖啡可是超级好喝的，娜姐都特别喜欢喝呢。你等着啊。都怪你！怎么怪我呢？是你太美太漂亮了，我才没忍住的嘛。你还说？哎，没事儿了，黄启阳顶多算咱俩无故旷工，大不了就被开除呗，是吧？也不算什么坏事啊。开除，开除还不算坏事啊？你是傻？这叫什么？这叫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。但求同年同月同日炒鱿鱼，这叫缘分呐。大不了以后你就跟我去开维修厂，一起修车呗。修车？那修车有工资吗？我就是你的工资呀。至于这么大反应吗？我不该反应这么大吗？你在哪儿谈恋爱不好，非得要在那么明显的地方谈恋爱？公司是没有明文规定不能办公室恋情，但是办公室恋情早已经不成文的被每一个公司禁止了。你知道这后果是什么？你还让黄奇阳给看到了。你前两天是怎么羞辱他的？你认为黄奇阳这种人他会有仇不报吗？你也知道这恋爱一谈起来吧，就情不自禁了吗？情什么不自什么？惊什么呀？青春期那点事儿谁没经历过？你就不能学会控制一下自己吗？我错了。重新计时，再过五分。王总，怎么才来啊？谁让你坐下的？站起来。
太累了，最近比较忙。你还有什么可忙的？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和冯玲丽两个人的事儿，谁也救不了你们。你们要干嘛？啊？违反公司纪律，无故旷工。冯玲丽还是个实习生，我告诉你啊，直接开除。你刚转正，你怎么就这么不知道珍惜自己的前途啊？王总，你不会真的要开除我们吧？废话，你以为我跟你开玩笑呢？好吧，那临走之前，我还有件事得跟您汇报一下。你还有什么可汇报的？这什么呀？没什么，就一些录像。黄总，我没想到你还有这种癖好啊，喜欢在女厕所安监控摄像头。于小薇，你少污蔑我！我告诉你，男厕所我也装了。哦，不是。我是装在男女厕所的外面，我主要是为了看里边有没有人玩手机、抽烟、偷懒的。怎么了？哦，原来是这样，您早说嘛，我误会你了，不好意思啊。不过是公司的女同事们看到了，他们会怎么想？我不管他们怎么想啊，我这是为了公司的考勤，徐总会支持我的。那可不一定吧？听说徐总最近在弄公司上市，是吧？这些消息要是传出去，外面那些记者可感兴趣了吧？到时候啊，什么新闻采访一放上网，公司这形象可就……不，你，不过没关系，像我们这些都要被开除的人了，还在乎这公司形象干什么呀？李小维，今天这事儿就这么算了，你出去。那我们就不会被开除了吧？你滚！谢谢了，黄总。技术部，把厕所门口的监控给我拆了。你看那些韩剧里面啊，那些女主角不是整天把那些什么咖啡啊、水啊、茶呀、啊、往男主身上这么一泼，然后两个人就……你看吕小薇，你承认了吧？是你故意的。我好像没说过我不是故意的吧？你气死我了！好啊，逗你玩呢。其实。当时的情况怎么样？你也知道，就算是歪打正着喽，反正以后啊，你就是我女朋友了。谁是你女朋友？哪个你？Thank you.
于队，这是怎么了？我女儿，我儿子。你干嘛呢？进来。对着镜子写下白天的武装，允许暂时不坚强，放肆悲伤。我是怀抱梦想，嘲笑声却那么响亮，还好已经不在意异样眼光。敢承认脆弱就够勇敢，眼泪笑着擦干，哭过后就继续大声地唱。她很漂亮，笑那么坦然，心够宽敞，容纳所有不安。